如果所有人的秘密任务都完成了，我们会把抽签从你装坠的球拿掉，尽量不要让周深本人去检查箱子里的球。接下来请派出一位成员抽球，抽到哪一个颜色，那就说明这一队的队长就是今天的第一位推荐官。谁抽啊？啊，让第一名抽吧，让第一名抽。那你去吧。好的，队长去吧。好，那肖云，肖云，肖云，肖云抽吧，肖云抽。一点都不出意外。我跟你说，如果这时候抽出来棕色，才应该尖叫，那个才叫效果，那才叫效果。恭喜本队的队长黄霄云，光荣的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推荐官。谢谢。现在即将在第一位推荐官黄霄云的带领下，前往我们今天行程点的第一站青岩古镇。奔跑吧，龟娘！今天的第二项秘密任务，就是要在游览青岩古镇的过程中拍下与周深同框的视频，并在视频中说出或者唱出一句爽爽的贵阳歌词，八个人都需要完成。以下八句歌词大家各自认领，不要重复。哦，这个光拍起来很不错嘛。这个古镇好像挺有名的。黄霄云欢迎大家来到青岩古镇。黄霄云欢迎大家来到青岩古镇。黄霄云欢迎大家来到青岩古镇。黄霄云欢迎大家。黄霄云欢迎大家。黄霄云欢迎大家来到青岩古镇。你什么时候拍的？我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有这个。这太大手笔了吧？做的代言人。代言人，我这完全是代言了呀，这是。欢迎大家来到青岩古镇，上一环节获胜的粉队，你们三位可以得到在青岩古镇为大家准备的伴手礼。伴手礼是经典的银饰。哇，这么好啊！哇，这是我们的吗？想过精美，没有想过这么精美。要加油了，后面。太漂亮了，这个得从现在一直报到最后一个环节。我就真的，我就直接，我告诉你，就搂走了。我还怎么说，深深心痛。周深，人家导演组给你们都做了，看见没？你看看，只能在角落里站着。对，这一环节没有当上推荐官，这些物料我们把它撤掉吧。销毁，销毁！哎，你可以往旁边放，你为什么要撤掉啊？画面不干净啊！接下来有请黄霄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青岩古镇。文案怎么样？有。背了一晚上，不是你什么感觉啊？没事，还有其他的也背了一下。来，青岩古镇建于明洪五十一年，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。因明朝屯兵而建镇，以青色的岩石而得名。现在咱们走的这条街呀，是北明清街，它也
是茶马古道的贵州段，主要是通往广西、云南一带的交通要塞。古镇呢有很多的特色小吃，油糕、巴西饭、豆腐、圆子、煎米豆腐等等。其中最出名的呢就是卤猪脚，它又被称为状元蹄。好香啊！我特别爱吃猪蹄儿，给我来一个。你要吗？哎呦，谢谢谢谢，给我个牙签。好吃，我也尝一口。嗯，好吃。再来一个。露露都已经吃迷糊了都。我刚吃了一整个。那咱们继续往前走了。旅游不能拍点视频啊？拍吧。念词没有？没有。对呀，我看我那词儿。环城森林，有来缕缕清新。哎呀，此情此景，我想吟诗一首啊。我想，记不下来也背不住。此情此景，我想吟诗一首。环城森林涌来了，哎，没录啊。环城森林涌来了缕缕清新。第二句啥来着？又拍，又记不住词儿。一直拍，然后此情此景，我想吟诗一首。比如说，皇城，环城森林。今天与你相遇，眼里释放惊喜的光芒。猜到了吗？奏出轻松的乐章，远去了浑浊的天空，远去了难熬的热浪。我背着周深呢，太远了。我背着什么来着？我背着装满向往的行囊，寻觅抖落风霜的方向。冰激凌不错啊。